好，今天是2022年6月13号，礼拜一啊。今天比较晚回家，今天的话，这个下班时间比较晚，现在8:30多了。我爷爷刚刚去大便，等他进去，等他进去。好，好吧。奶奶睡着了哈，好，今天是6月13号礼拜一，然后今天去竹南，好不好？今天去竹南出差，去竹南要开一家新店，去那边看，看一些定位啊，还有环境整洁，去那里擦油漆，擦油漆，啊，还有一些软体定位，啊。啊，没有空。无啊，对报啦，对报。对报就无保证，免得对报。一人地动，我免报证人，我免报证人啦，免啦。